和尚鹦鹉到底吵不吵，到底有多吵，声音到底有多大。接下来给你们播放一段和尚的叫声。怎么样，听完和尚的叫声以后还觉得他们呆萌可爱吗？他们的叫声是不是让你很上头呢？反正每天把我吵得已经快早更了。但是和尚呢，他也分性格，有些鸟性格好，很安静，但是大多数的和尚声音都超级大，而且很吵。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只养一只，那么还好，可以接受。但凡养个两只或者是两只以上的，那么就真的让人有点接受不了了。你们家的和尚吵吗？准备入和尚的新手朋友们，你们还想入和尚吗？欢迎大家评论区留言。